向天女散花，扔的全省哪哪都是。那现在哪儿了？俩被害人被害的手都穿着冰刀呢。就是他，这就是梁志军的媳妇儿，三个人的死都跟这女的有关系。这女的谁跟他谁倒霉？就是在陪着一个活死人。 追求我不喜欢的人，我是来帮你的。